天我要来这里，就是去苹果店看一下我耳机什么问题，因为我左边一直连不上，我还要去买我设计课的材料。我刚刚已经 make appointment 了，他大概要等两个小时，我现在先去买材料。我男朋友他去上课了，然后他下了课就过来找我。觉得这几天都很阴，今天太阳真的超大。哦，我找到我要去的店了，在这儿。我刚刚还走过了。简直就是艺术生的天堂。今天需要一个美工刀，然后一个那种纸板。刚刚问了一个小哥，他说是在楼下。找一下，需要好多尺子，但是好贵啊。这么一小个就要这么贵，这里就是了。我要买的 mat boards， 但是我想要的是8x8 inches 的。摄的人，他好像在拍滑板。我现在到外面来拍了。咖啡，因为走了很久，想休息一下。现在去苹果店看一下好了没有。现在在等他们拿另外一个来给我试一下，在里面等了好久。我男朋友在后面，因为他欠我一个画，然后到现在还没有给我画。现在已经弄好了，等了好久，然后他给了我新的，因为还在保修时间里面，所以回家看看他能不能重新连接上，应该就没有问题了。希望他能可以，就先回去了，那就拜拜喽。